是对 but 我们用了 but yeah 或者说啊那我把两个词连在一起，但是我没有车 but 我没有 car 就把它联系在一起，就是一个一个的词把它放到你的生活中，就很快就把这些音记下来，然后学会。我教了学生，我的学生，我们一个星期上一两，就是上一两个小时的，半年以后我是不教了的。我说你已经有自己的音标学会了，你可以自己查，你可以自己学了，就是你已经完全学会了怎么样去学英语，不是一直要跟着老师，我要学多少多少，不需要，真的，而不是哦，那没个头，我还是有不会的单词，但是就是老师现在把这个工具交给你，比如说音标。比如说现在学校不学音标，是因为你每一个单词学了新的你都得听，但是我等于是把音标这个工具给你了，以后你见了一个新的单词，对，全部都教。我现在教的小学生六年级的，拿着书给他，我就丢给他，你自己拼，他们就是自己拼单词。他们三年级写过音标了，在学校我们那边不学，他都是往那边不学。其实我们之前读三四年级不学，到了五六年级就是整页些都不记得。对，你像对于我来说，我也一个单元二十个单词我都不认识的，我怎么记他的音？我记不住他的音的。但是我学了音标，就是我们学了拼音。我们记得拼音，所有的汉字是不会读的。我们没有学，哇塞，几千个汉字我怎么读？我怎么记得的？但是我可以查了拼音，我就音标就是拼音。花第一个星期辛苦一点，之后就会很轻松，所有的单词都会读。我的学生基本上就是小孩子，六年级现在的孩子都是多长的单词。你那边没？我们这边从三年级开始学英语，现在所以对他们学英语，但他们不学音标。对，他不学，他老师会教你他每一个怎么读怎么读，就认知。对对对，然后但是那些我们那边有些家长都会意识到这个太难了，所以他们就来我这里学英语。我说要学英语，我会你的工作地点都是在桂林那边吗？对对对，但是网上我都可以上课那种，就是你学了音标就真的，你要我们我跟我的学生就从零基础开始，半年之后。就说脱不开手，那就是我的问题。我不想怎拖着你们，多给点钱给我钱，不是，就说我希望你们快一点，有自己的。我会读了，我会学了，然后基础的语法我也会了，你就可以自己去，就像不需要太多，但也需要老师，你可能只需要一个月，对，然后基本上我也学到特别难的，再问老师去，对，引导就可以了，而不是老师。牵着你怎么学怎么学，不需要，很容易的英语，英语比中文容易多了，想学就容易，对对对，但是不知道怎么样学。